花卉白描勾线，勾的线呢？勾的线呢？在画牡丹的时候呢，我已经讲过。用比较流畅。顿挫。这个五个手指。啊，五个手指和腕子要用上力量。线呢，勾这线条呢，要有这个粗细的变化。啊，这个中国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，就这个线条。线条要有千变万化，这是中国画与世界上其他绘画的一个最明显的不同。你无论是西方绘画还是朝鲜绘画，它有时候也有线条，但是呢，它那个线条呢，啊，就比较这个单一，不像中国画这个线条要这个起笔跟收笔。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。逆笔勾勒线条，啊，按逆行的方向勾勒线条，叫勒。那么顺笔勾勒线条，叫勾。以前画那个。牡丹白描的时候讲过，这个线条呢叫勾勒，啊，顺笔叫勾，这手指呢可以灵活掌握，啊，这个笔控制这笔，这手指呢灵活，如果太死板的话，你这个笔呢它运动呢受阻碍。啊，这个手指呢可以灵活掌握。勾的线呢是最见功力的，啊，跟这个笔也有关系。笔的质量好，你得有功力，勾出来的线条呢就特别的生动。如果说这个笔不好，你比如说笔头啊、笔芒的笔尖不好，勾出线条呢也效果不好。所以说呢是多方面的原因。手指跟腕子用上力量，线条的变化。顺笔，这叫勾线条；逆笔，逆笔叫勒。
其实什么叫顺民跟逆民？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定，就是习惯上这个，你这个，从上到下啊，比较习惯从上到下，或者从左到右的习惯了，这可以叫顺民。那么反方向呢，就是逆民。你比如从下到上啊，或从右到左，反方向的可以理解为是逆民。那么你比如说这个顺方向的。习惯上是从左到右就是顺民，啊，那么反方向的，啊，反方向的，啊，比如说这个线条，这个是从左到右是顺民，那么从右到左呢，啊，就是逆民了。屏住一口气。全身的力量集中在这手指上，可以说有千钧之力。勾出这线条才有力度。你比如看那个韩国人画那画啊，他也有线条，也用毛笔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线呢勾的就比较单调，不像中国画。这笔讲究这千变万化，粗细的变化。白描，当然这个线条的变化呢，还有这个墨色的变化。啊，你画这个国画工笔的时候。这线条本身的变化，还有这墨色的变化，但是我画的这个正式稿呢，这个它有因为有色彩的这个变化，所以呢，把这个墨色变化呢，就是到最后复勾的时候再去体现。刚开始起稿的时候呢，对这墨色的变化呢，没有过多的追求，这是呢，需要和那个大家解释的。勾线呢，应该练习，啊，用不同的笔法。用不同的笔法来去练习勾这线。这个为了这个拍这个视频的这个清晰，我这纸笔呢，这手呢靠这笔端呢比较靠上，啊，所以说呢用的这个勾的线条呢用的力量就要更大。如果说不考虑这个视频啊，我不考虑拍这视频，因为这视频呢是我自己自拍，所以不考虑视频的话，那么用笔呢可能就是往下来一点，啊，用笔呢可能呢就那个省点力气。但是为了这个视频拍的视频呢，这笔呢为了。拍摄的轻重，这笔呢手呢就靠上一点，所以呢需要的力量就更大一些。屏气，用力。其实我在讲解的时候呢就已经散力了，力量都已经散了。正常的勾线呢就是哎，不说话，憋着一口气，这线条才流畅。你这笔呢就往上拿，为了拍摄视频的清晰。再勾一朵百合花。顿挫，
现在的变化。顿挫要节奏，有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油画，或者这个朝鲜或者韩国的那绘画呢，它也有线条，特别是日本啊，日本的绘画还好一点，特别是这个朝鲜的绘画，它这个线条呢，就是哎，非常平淡的一线条，不像中国画，这线条变化莫测。无论是工笔画还是写意画，都追求这线条的变化，也可以说是中国画这个精髓吧。当然我勾这白描呢，因为有这个自拍的这个原因，它有好多的这个局限性，勾出来的这个线条呢，不是那个特别的这个完美。起笔、顿笔、运笔、顿笔，好像跟这个书法这也差不多。那个书法，我给介绍这书法的时候，它这个也是起笔、运笔、顿笔、收笔。这国画的线条也是也一样，这所谓的书画同源嘛。书画同源呢，既有这个工具材料的这个同源，那么也有呢它的这个审美理论上的这个一些相通的地方。起笔、运笔、收笔，书画同源啊，既包括这个工具材料相同，毛笔、宣纸啊，也包括这个同源呢，还包括它这个一些的一个表现的技巧。一些那个理论，啊，书法讲究这个用笔，国画同样也讲究用笔，工笔和写意是一样的。虽然那个工笔这线条呢，这勾的白描呢，这个用笔变化不像写意那么明显，但是也有，就是这节奏感、顿挫。这个比如这个入笔起笔的时候顿一下子，运笔收笔清楚，用不同的笔法来表现那个物象。有时这毛笔呢，就好像这个武术家手中的那个兵器，啊，得把这个笔跟或者兵器得给耍了起来，啊，虽然不是戏耍，但是呢，也应该呢把这笔呢使用的那个出神入化。这好像就是跟那个中国那个传统文化似的，啊，这个笔就好比那个武术大师里的那个刀枪剑戟，刷刷的也耍得出来。也需要反复的练，不是一朝一夕都能实现的。
这毛笔运用自如。第一遍颜色渲染的应该比较淡，如果颜色重了就染不匀。工笔画染这个色，它是一层层的渲染。比如这个百合花的花瓣呢，它是橙色，啊，就是这种橘黄色。但是呢，第一遍的时候呢，先染出这红色，啊，然后呢，再用这个黄颜色啊，把给它覆盖上一层，使它呈现出这种。这个橘黄色，啊，属于一遍遍覆盖，这个有属于那种透明的，它不像锡画，啊，不像这个水彩，水彩呢，它就是把这颜色呢直接就调成这个橘黄色，啊，直接调成橘黄色，而这国画呢，它很少就是把两种颜色相调，啊，而是通过这个上下这几个颜色的这个透明。一层层的这种透明互相渗透，啊，形成这个丰富的色彩。就是这个花瓣本来应该是橘黄色，但是呢，啊，不把它调成橘黄色，而是一层层的这个互相渗透。先用大红渲染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颜色呢，就应该太薄。不要这个，一次到位，一次到位的时候，你这个颜色呢，它就画薄荷了。下边一层的颜色再，它再想这个互相那个透明呢，就没有这种效果了。也就是说，它的颜色不是一次画成的，啊，不是一次画成。
嗯，说要耐心。这个调颜色的笔，两支笔，它的水笔，使的时候呢，不要弄混。这个百合花，这朵百合花颜色非常鲜艳，啊，颜色变化也比较丰富。染色呢也要留，啊，要留出空白。嗯，这类似于这个叶子的曲线。渲染这个百合花的花头。现在这个花卉呢，颜色变化非常丰富。这个颜料的使用范围呢，也应该不断的扩大，不要局限于这个国画颜料，其他的一些水溶性的颜料也可以使用，比如说水彩，或者丙烯，只要能被水溶解的颜料都可以使用，来丰富这个国画颜料的这个范围。染这颜色的时候，要仔细观察这个花瓣它色彩的变化，随它的结构的变化。不能依靠这种传统的这种规律，如果完全依靠传统的这种渲染的规律，染出来的这个花呢都比较死板。所以呢，要仔细观察这个花它色彩的变化。先染出这个颜色的大的这个关系，跟花素描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再这个局部的刻画。北宋时期的这个皇帝画家赵佶，他画的花鸟画呢都比较注重写生，因此呢他的画就是非常逼真生动，也就是常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。来源于生活就是写生。仔细观察，
我们中国传统的画家呢，国画家呢，缺少写生。因此呢，不如西方绘画呢，写实水平高。第一遍的色彩呢，基本上就染完了。等它干了之后呢，再染第二遍。第一遍颜色干了，再开始染第二遍颜色。工笔渲染有句术语叫“三番九染”。啊，就是指的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收宣纸，啊，上矾要上好多次，还有这个渲染也要染很多次才能成功。三跟九呢，不是确纸，而是泛指，形容多次。这是中国文化当中这个数字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。只有仔细观察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物象，你画出来的呢才生动。凭空这个想象，闭门造车画出来的就有死板。它那个颜色的微妙变化。这个百合花的花，这花瓣呢，变化很奇特，凹凸变化。这个百合花颜色比较淡，但是我画这画是有点类似于重彩。虽然这颜色比较淡呢，最后呢应该让它颜色呢，通过这个厚颜色，来表现出这个花呢色彩呢非常艳丽。颜色太薄，时间长了呢，它也变色啊。比如水彩，如果这个颜色像重彩，这颜色比较厚，它即使是植物性的颜料，时间长了呢，它也不容易变色。当然，那矿物质颜料呢，更颜色呢更鲜艳，更持久。
第二遍颜色画完了。渲染这朵百合花，颜色要淡，按照它的结构来染。用笔要轻，这个花瓣颜，它这个本身这个颜色的变化，花瓣颜色本身的变化，结构是一方面，它本身颜色也有变化。用白颜色提亮，使这花呢更鲜艳。虽然这个花朵呢它本身比较淡，啊比较淡雅，但是呢这个我画的那个类似于重。重颜色呢，花朵就比较鲜艳。颜色厚呢，它这个画呢，经过长时间，颜色也不会变。如果颜色特别薄呢，时间一久了，颜这个画呢，就是由于纸的原因就发黄。但是厚重的颜色呢，会保持这画呢非常鲜亮。这是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它的一个特点。所以这个花朵虽然比较淡雅，但是也要用重颜色给它形染。
我这个提炼一下子。百合花，百合花的这个花瓣的深入刻画。注意这个斑点疏密的变化。注意它的结构的立体感。疏密大小的变化。花蕊的画法。花蕊颜色应该比较厚。
这个画面有过渡。把这花给画出来，这花都立起来了，立体感就更增强了。Thank you.